喊的这个衬衫，衬衫我也觉得很可爱，因为之前我们卖很多都是那种比较饱和色的，然后像这款也是属于比较偏莫兰迪色，就是比较低调一点，然后又很知性的，然后是雪纺的，雪纺这个，哎，这个不会皱哎，这个不易皱哦，这件不易皱哦，然后它是很长版的，你看，那我穿起直接穿到小腿，不是直接当洋装，你当洋装，这件是可以当洋装，然后也可以当罩衫，哎，我很长哎。很长哎、欸，到这里关节侧边的时候，侧边会比较短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转后面，我还不知道。我其实也是穿那么长，看它是直接当洋装的长度。然后它的材质非常舒服，是柔软的那种布料，雪纺的布料，是不易皱的。我刚刚揉过了，是你们很喜欢的，不容易皱的。不容易皱，太扯了。从夏天当下小雨当罩衫也好看，又可以防防晒，然后你又可以当洋装，直接单穿。然后娇小妈咪，你也可以再搭个腰带也 OK。对对对，就会比较有腰身的感觉，或者你身上背个包包啊，手机。或者是你里面可以穿长裤，或者是那种西装裤，然后你再搭进去也很好看。牛仔裤也可以。这边完全到大概到小腿，对，膝盖后面的位置。然后它这边它有做这种压褶，有没有？做这种压褶，然后它垂坠度很好，垂坠度很好，很舒服，很利落的感觉。它是有穿去很钉啊，是可以很舒服。对，它有凉凉的，因为它不容易皱。它的料子是属于有点就是滑料雪纺，所以会有点凉凉的，对，不闷热的那一种。不闷热的，对。哎，产后可以薄乳，对，没错，它开扣子可以打开，没有。或是拍孕妇写真也可以，直接那样罩起来绑起来就可以了。你要想要变短版的，或者骑摩托车不想要衣服在那后面飘飘飘，你就前面那样绑起来。